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荣来。那今天我们要来打这个据点战啦。好啦，那我们就来哟，冲这么快啊！OK， 还好这边都有打过一座了。然后这边，好的，那现今天看到的这一场呢，是改版后的第一场。我感觉一下，各位，那第一场就这样打吧。本来我还犹豫要带露露，还是要带封魔阵啊。那后来经过再三思考，最后还决定带封魔阵，因为我想要伤害痛一点点。然后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先忘却这一只，因为其实这个组合不错的点是在于它也火一会忘却。那如果火一把忘却打在风龙骑身上，那这个时候水滑板的伤害就能够打出来了。所以这个阵容其实是不错的一套阵容哦。太多下了吧？这一只两下，这一只一次，哦，好，我现在暴走一次哦，还行，继续忘却，我要继续忘却这只火衣，破屁啦，还有抵抗，还有现在免疫，会出事，真的会出，我现在真的有，我现在有点不爽，我现在真的有点火大。OK， 没问题。他到底要暴走几次啊？啊，我的暴走嘞，我的暴走没有那么多，我的暴走绝对没有那么多，先收掉。暴走，你让我不是？说句实在话，我只要暴走一次，我就是。啊，不就还好我是白抗的，啊，不就还好我是白抗的。我这一支加这一支是，这火翼队长再加上风龙骑，我是白抗。那个绝对是他命中的问题。这个我们大家检查一下，我的风龙骑如果不是白抗，只有可能加队长技是11嘛。如果只有70抗以下，70抗够吗？因为我现在看不到画面右边的那个资讯啊。我自己觉得啦。如果我有超过70、80，我觉得超过70，我就觉得刚才那应该说少于70，我就觉得刚才那是我运气好。但只要我的抵抗高于70，那我就觉得合理，因为可能他的火翼没有撑命中，他的火翼可能是一个伤害型的。但是前面那个暴走真的是随时，我这边可以自动哦。前面的暴走真的是我随时会翻车要不是我真的刚好每一下都抵抗。就是绝对有运气成分在，但是他的运气成分真的比我好太多了。我觉得如果他也是白命，但这点我们不会知道。我只说如果他也是白命的话，那当然绝对也是我，就是我们两个运气就差不多了。但如果他只要不是白命，那我就觉得就是有点不爽。我们先当他是白命，然后我的抵抗多少？对啊，你看我这个加队长是白抗，所以。只要他的火翼命中不够的话，我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输出是，我这样的一个抵抗是合理的。可是他的暴走完全不合理。中间弹板我有任何一次暴走，我都可以收掉他，但我一次暴走都没有。我有点想要试试看封兵器改版之后的伤害能力耶。可是不行，我觉得这样太冒险了一点，还是比较好了，还是比较好了。来火翼，把火翼的符文给第二只火翼。这里我也改一下风龙骑的符文好了。我们因为我觉得风龙骑暴走那一套打这个阵容比较有优势，所以我这边决定我要换成暴走的。OK， 那就是再同一队再一次，好吧？同一队再一次。那这次我没有加工，但我的免疫更稳定的。好，然后这边先退个条呗，漂亮。好，那这边他先动了，没关系。这样子的话，这样子。我只要确保风龙骑不会被忘却，那我这个队伍就不会对面的队伍就不会有输出哦。然后我们有注意到、他的火翼是破坏的，哎呦，没事，他的火翼是破坏的，点，好的点，没事。那这边我一定要随时保持风龙骑的免疫，不然会有危险，会有风险。轰一下，用力一点，暴走一次，没有。用力一点，痛一点，啊，不然暴走，不用，直接收掉，漂亮。
啊，这一场运气就回到我这边了。这样我不会说什么是刚刚好，这场我的运气就比较好。我觉得我们就是还是偶尔，也不是偶尔啊，我们还是要尽量这个公正啊，就是有时候被暴走到恼羞，然后就是可能会忘记说，其实其他场我们的暴走也是比较好的，所以我要尽量的去想着，其实这一场我真的是算是比较会暴走的吧。那一样，如果他后面一直暴走，然后那个这应该反正后面怎么暴走，应该我都不会输啊。只是说，如果他后面一直暴走怎么样的话，那其实也没什么好讲，因为我们两边暴走思路差不多，然后就变成我的暴走时机点比对面好这样子。OK， 那可以收掉他了吗？用力啊，这个没有。好，那再敲一下，好，敲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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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没事，这边用力一点，反正不能，两下没关系，这样子，然后，我想要破防他，OK， 然后点他，用力，好，他把无敌跳给他，这时候我就可以把伤害灌在风派身上，用力。这边如果好不好？这个好，没关系，还有机会。这个如果动两下，可能可以把他打，可能会让他毒死。没事。来破防，一二三，好，收头结束，自动搞定了。好了，那这场拿下来，最后一场我就不拿了，因为最后一场如果拿下来的话，虽然说我们可以。可以短时间加分，但是很快我们那边就被断掉，所以我可能最后一场就先暂时不要拿下来。我还有两场是不是？我先看一下。OK， 这个很尴尬，这个不打很尴尬，这个不打如果被别人瞬间集火的话，会不太好。好啦，那这一队我觉得我应该可以等他的免疫没了之后，我就可以去冷却他嘛，所以。然后我这只可以解状态，所以我应该也不太怕这个光丑的一个炸弹。那我这边就直接这样好不好？就直接这样上去，然后冷却全部丢在他身上应该可以。哥哥，就全部靠赌的。那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忘却我也可以丢给这样子。还是我直接先冷却啊？如果直接先冷却好像更好，对不对？好，先冷却。好，没事。哦，哇哇哇！你晕得太好了吧，大哥，你晕得太好了吧？那暴走算了，想太多。没事，没关系。OK， 好，来开毒，然后这样毒。OK， 他转我血没关系，这个转血没关系。然后我们要免疫吗？我这个免疫。他的二技好了，我想冷却他。好，冷静。然后这边的话，这里有一个晕。我看一下光丑的二技能 CD 多少，应该是三回合，所以我想给他，我觉得给他我安全一点，然后这样子。OK， 没关系。好，那这边没关系。OK。好，不要睡到，不要睡到 ，OK， 只要不要睡到就没事。然后这边我可以直接解掉 ，OK， 漂亮。然后这边再拉起来，血量再拉起来，然后点它。好，没关系，这个也没关系哦。你可以点别人吗？屁啦，又暴走！哇，那这个暴走会有点痛哦。你看，好了，这场暴走是他的，没什么好讲。这场就真的他比较会暴走了。没关系，还行。我刚才已经看到他的弱点了。他的谁没有符文？他刚刚他的那个火树琴是没有免疫的，所以我开场可以控他。OK， 直接控火树琴，完全不废话。两回合，然后再来这边的话，来我直接点他，然后等一下啊，这个睡光丑，然后这一只，先动了，没关系，好，
我就直接把你轰掉，我直接把它轰掉，看清楚各位，我直接把它轰掉，我完全看到它的弱点。然后这样子的话，来拉起来，然后再晕它吧。哎，没晕到，有点可惜。直接收掉好不好？这搞不好可以直接收哎，破防。这里如果可以再退个条的话，很赞。好，没退到，那点它好了。这样点它吧，然后再晕一次。看啊，这边直接看见弱点，完全的。如果他开场有免疫，他开场可以扛一下的话，反而我会有点担心这个队伍不太好，因为这个队伍就有可能被他的光丑二技能丢到太多炸弹。但如果他开场这只没有免疫，那我就可以很好控了。好啦，然后这队就这样 go go， 然后可能要先扛一，这队可能要先扛一波啦。他应该他没有没有果然没有意外，他先动。然后这个骰的怎么样？哎，骰的他骰的还不错，但没关系。这个我想一下哦，先睡他吧，然后。啊呢？等一下破防会放在他身上，所以我不用担心，我不用担心那个什么，我不用担心水仙女会直接不见，那个风流浪会直接不见，这是我不用担心的事情。哎，这样子可以冻住吗？漂亮！哦，这个直接锤掉。我会先动，这边我会先动，所以我这边先控光狼人，然后让水仙女来收暗闪，暗收。收头，然后哎，这样子还可以睡，再多睡一回合哎。我们直接睡他好不好？我直接睡他，然后我这边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先收这个，先收火枪手哦，看起来可以，看起来收掉了。哎，他刚才是直接从两回合的睡觉脱困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OK， 拿下。哎，这边果然先扛是没什么问题的。但如果他刚刚直接，如果暗骰刚刚直接转风流浪的话，那我可能会。蛮危险的，这倒是真的。那再来一队吧，第一队都成，第一次成功了，那第二次应该也会成功吧？来再一次哦 ，OK， go go、哦。我今天好像打了蛮多四星的嘛，哎、欸、不对，刚才打了，刚才哦全免疫哦，哇这个是哦，哇那这个就有点，这个就有我就有点害怕了。好漂亮，好没关系，哎、欸、不要晕 ，OK OK， 这里我想先控他，这样子，然后这个睡他，好像应该没什么问题。然后，拉起来，然后控他吧，控他，哎，那收他，应该收得掉。咦喂呀！冻住不许走，不对，哎，完蛋，这个有点冒险。K， 如果我想一下哦，退条，哎呦，哦退条，哦，没关系，可以，等一下，可以，拉起来，然后这个攻击条，然后这边，我觉得我觉得可以。三下吗？三下收掉吗？好，收掉，漂亮！哇哇，刚才那个我运气超好，完全不用讲，刚才那就是运气局。我刚才那个，我有两个运气很好的地方。第一个是他的暗骰一直没有骰出太大的数字，然后把我晕到。他如果直接把我晕到，我会直接没有。而第二个就是冯我让那个暴走，绝对是我的运气。这场绝对是我的运气局。OK， 拿下。啊，这边我。没有，我没有狗头，也没有光芒王了，所以不能打了，所以先停在这边。这边这样子，我让他先动好不好？这边这样子，我让他先动，然后打两波应该可以吧？他怎么那么慢？他怎么那么慢？我靠！最危险的，最重要那一只没有，我靠！最重要的那一只没有，我最重要的那一只没有退到，
最亏的那种血亏，亏到哎、欸，但我现在还有机会哦，我现在真的还有机会哦，这样子，然后这个我真的还有机会，我真的还有机会，一丝一丝啊没了，哎、欸、啊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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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吧，哇哎、欸，最重要的那一只没有推到条哎、欸。那也觉得这次绝对是白抗的，应该是没什么意外啊。只是哇哇，这场好亏，巨亏那种。等一下我想一下哦，他这个速度，我刚才没用，我刚才这次没用速度队长，这样。我刚才我的风极地没有用速度队长，这样子。197，那我这次拉快一点，是不是可以跑赢啊？是不是可以跑赢，对不对？我这只脚拉快一点的话，然后我这一只直接秒，然后这一只直接电掉他一条命，或电掉他一条命，我就直接电掉他好了，可以吧？应该可以。OK， 那这边这一对应该、欸，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，想一下。OK， 应该可以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刚刚都跑赢了，现在如果跑输，我绝对爆，我绝对爆气。好，然后直接喷掉他，一二。好，秒杀，然后这边再电掉一只，这边的话应该是拼电掉水熊猫。好，没死，这个没死很合理，因为他的水熊猫血量那个速度，他的水熊猫血量一定很少，但是我这样打下去，就是可以让他的水熊猫不会去跳，不会，因为 AI 的判定不会去跳三级。好，然后这样子 ，OK，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。向耳攻，他这个要打两下，至少要两下。一二，啊，拿下，一样。这一场呢，就是先靠着前面因为一败，所以得到他速度不快的这个资讯。再来，哇，接下来队伍很硬啊。这个队伍要不要光德？哎、欸，还是直接切掉？不行，我觉得切不掉。我觉得要嘛也是这样子，然后配光德，这样吧，我们来看看到底，欸、我这只没有意志哎、欸，哇，其实没有意志打他好像有点危险哎、欸，是冲了，真的是拼了，不怕，为什么要这么哎、欸？看到了没有？看到了没有，各位？这就是对自己速度的。还要反击，推他条，然后 gauge 绝望晕眩吗？没有，看一下攻击，我感觉我会跑赢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管会跑赢。啊，不要 ，OK， 这边点他先，再点他，然后接下来收掉他就 ，OK， 收掉他就赢了。这会不要痛吗？好像不会，对不对？打三下，打两下。应该要打三下，哇，还没有输哦，各位，用力好，暗袋之间的对决，暴击，那我加油，撑住。为什么那么辛苦啦？为什么那么辛苦？真的差那么一咪咪，真的是一咪咪。哦，这个还有，等下我看看这队我还能不能打？不太行，这队应该不行。欸、其实好像可以，来。好像可以打哦，我觉得可以。各位，你们信我吗？我觉得可以耶。好，我觉得可以。我觉得切下去的生态不冒女，你们信我吗？漂亮。我觉得切下去的生态不冒女，真的。拿起来，盛夏风暴女。
漂亮。下去。我就有预感，因为我发现，因为暗派的伤，暗派通常会去撑这个暴率、暴伤、抵抗跟血量，然后一点点的防御攻击可能不会撑，他会完全去靠平衡来做伤害，所以我觉得刚才可以直接切死。好啦，那这边就今天的一个据点战就打到这边，先告一个段落。暗淡那场，我总记得好像前几天是不是有一场那个光奥，也是那个光奥打光鬼，也是极限超，真的就是也是这样子，真的也是这样子，就差那么一下，真的也是差一点点。刚才那只暗淡里的血量，我估计应该不会超过200滴吧，真的应该多一点点。我以为我要死，我真的以为我要死了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据点战就打到这个地方，告一段落，大家。拜拜。